一运查三年，我们这边泸州限号了，结果我昨天出去跑了一天，到第二天才想起我星期一有没有开车，我还要问我四哥，一看少了，我这个人怎么记性啊？已经两次了，你们有没有好的办法？ 怎么才能够记住这个东西？怎么时候限号啊？我感觉我真的，我现在一点记性都没有了，而且我一大早起来，看到上面说限号，我还拼命的打自己的头，我说我星期一开没开车啊，我一大早又给我老公发信息，我老公说少了，开出去了，哎。 让我自己连早饭都吃不下去了，我的天哪！一大早起来就，哎呀，怎么搞的呀？我现在，我老公还老安慰我，没得事的，没得事。给你们看一下我老公发的信息。 我第二次了，今年就是昨天开出去的，然后，我看上个星期吧，开出去是被提醒，他们说第一次不会少的，但是我这是第二次了，我还害怕第三次、第四次咋整啊我直接都不开车都可以了，说车吧，因为没有细心。 我现在是不是变成傻子了呀？<笑>没有激进，变成傻子还是要稍看孩子，去看一下三宝起来了没有？唉，太难了。 今天姨姨奶奶又啥来看妹妹了？来来来了，来来来了，来来来了，该谁？拿点事情来。来来。哎，那些拜拜啥子？来。哎呦！出门？嗯？啊？出门？ 来不来点啥？嗯，哎，哎，出来！不要以为啊！哎，哎，爷爷会也吹。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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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来！哎呀呀！啊，冷冷了，冷冷了！哦，冷冷了，我宝宝冷冷了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刚才吃蛋了。哎，好冷，还举哈子，你看那还要。 啊，烫冷了，烫冷了，烫冷了！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没有没有。哦，哈哈哈哈，烫了，那烫了。哦，哦，没有没有，妈妈给，妈妈给，妈妈给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毛火了又开始，啊，毛火了毛火了毛火了，什么什么十个小时了？我十个小时了。怎么了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后头来不吃的这个娃娃，伤心你吃，吓得麻糊。慢点宝宝。来吧，乖乖。哎呀，我们的乖娃娃。那你先衣服。乖娃娃。我拿着不方便。哎呀，乖娃娃，别麻糊。脾气还好吧？别麻糊，乖乖。乖乖懂事，哎呀，我们的乖子懂事了，乖娃娃。哎呀，我今天有没有看到乖娃娃了啊？乖东西，只有你专业呐。那个羊子，那个羊子你。只有你专业呐，娃娃儿。嗯。只有你专业呐，娃娃儿。那个羊子。是奶奶吗？去带带了。这个娃娃，哎，热乎了就衣裳脱了就扎紧了，走的了，高瑶瑶，走的了，娘子，那还是，那还是的，明天明年子就会跑了，你那还是没抱起回就会跑了，反正是，好凶嘛，那王老师的娃儿好容易上当，没抱起时就会跑了。呀，乖呀，有毛孔，我懂事，脚脚蹭蹭的。你看你爷爷去锻炼，去锻炼，去摆哟，我们是，去摇我们是。乖乖你，看那爷爷摇摇摆摆的，呀，你好稀奇，我们乖乖都摆的了，摇摇摆摆的。摆起。你看不是那个羊。我了姐姐有人扶手就是好，有人扶手要出轮子了不？